光看它这个肉哦，真的就感觉就真的是超棒的。来，好哇，整个挖过去，牙，那好香哦，印象很深刻，真的好香啊。然后呢，这一块呆呆的呢，其实就是那个它的筋，只有两块的，真的，对，好珍贵啊。它这个饭真的好香啊，嗯，真的好香哦。他们是真的得到那个冠军的，这不是我随便讲说，哎，他叫冠军粽，他是真正得到冠军。一定要拿，难怪会得奖，哇，好吃哦！欢迎收看这一集的486新菜报报。大哥，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哦，什么好消息？你期待超久，等了一年的。你是说美丽性的肉粽吗？冠军粽，苦等了一年。这真的是好消息，因为去年要订哦，来送朋友，结果居然那个去年因为人手的关系没有推出来。结果今年一听到他们要那个再推出这个冠军粽，我们马上就溜过来啊，来这边先吃给大家看看。来，我们先来吃吃它的这个冠军珍宝牛肉粽。它这个冠军珍宝牛肉粽，一人呢，首先一块牛肉，然后呢一块那个牛筋，对，来，那它这个牛肉，它采取的是美国的这个牛小排，很威的哦。来，我们来吃吃看吧，看有好吃不好吃，真的超好吃。肉粽最好吃的第一个重点，其实它就是它的饭，对，对不对？所以它这个饭呢，才是它真正的一个精华。那它这个呢，它是以那个美国五谷的牛小排，再加上牛筋，然后它这个饭啊，还有它这个肉，它是用八角啊、花椒等十几种的新香料，然后去卤制了4个多小时才卤制出来。我来试试看牛筋，因为卤到非常的入味，嗯。牛小排，那也很适合沾他们今年有那个新推出的酱，就是他们是跟礼盒在一起的，所以他今年就是两款肉粽，然后搭两款秘制的他们的酱料，小鱼干，嗯，像在吃粽子的时候，这样会更提味，真的。今年他们推出这两种秘酱呢，一个就是 XO 干贝酱，那它这个是用北海道的干贝啊、干虾米啊、金华火腿啊等等很多哈、去制作的。其实他们光他们这个饭呢，就已经非常香、非常的好吃了，每一颗都想吃掉。嗯，好妹，嗯，加了他们这个酱之后哦，我觉得你不用加太多，加一点点。啊，它确实，它整个味道就完全不一样，变成一种很华丽的感觉，吃到嘴巴里面会很多种层次。最后呢，还有带着一点香香的那个椒麻的香味。然后各位，你可以看到它这个颜色，你光吃它这个饭呢，你就已经味道就香很香浓了。那如果再拌一点这个我们刚刚的这两种酱，它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味道。吃完了刚刚那个冠军珍宝牛肉粽，那我们现在来吃它那个前年。我的最爱最爱的第一名，对，第一名就是他们的皇冠虎掌鲍鱼粽。嗯，哇，你看一下，拍一下，端一端，有没有端一端的这一块肉？这一块给你，光看它这个肉哦，真的就感觉就真的是超棒的。来，好哇，整个挖过去，牙看到了没有？光看这个饭，你就觉得真的是好软烂哦。嗯，然后我这边也要弄过来。因为美丽信他们今年推出这两个口味，都是他们家最经典、最经典的口味。真的，来鲍鱼、哦，你看大哥对你多好啊！鲍鱼给你，饭我要多要一些。我们其实今年这一次来，就是冲着这颗肉粽而来的。不瞒各位，我要先来吃看它的葱肉，那、好香哦，印象很深刻，真的好香啊。然后呢，这一块呆呆的呢，其实就是那个它的筋，它的一头猪好像听说只有两块筋而已。哦，就是这个吗？只有两块的，真的。对，好珍贵啊！它这个饭真的好香啊！嗯，真的好香哦。他们是真的得到那个冠军的，这不是我随便讲说，哎，它叫冠军粽，它是真正得到冠军，就评比很多。他们觉得这个已经是他们很极致的黄金比例了，所以其实真的不需要再去调动什么。没错，我觉得它这个东西哦，它就可以每年都推出，可以卖100年，因为它真的太经典了。真的，如果你吃到它这个肉粽的这个饭，你才会知道说大哥所说的它味道真的很香。嗯，这一口筋嚼下去，整个味道、整个香味都在嘴巴里头。听说那个美丽信饭店啊，他们今年有推出礼盒。那他们今年的这个礼盒呢，里面就刚好两个口味，
各一颗然后还有再加上刚刚大哥赞不绝口的这两个蜜酱，这样子今年一盒一组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它在五月底以前还有一个早鸟优惠的活动，所以大家其实现在就可以开始下定了。真的，真的非常的好吃。端午节，有时候啊，想要送礼啊，送朋友啊，又好看又大方，而且真的吃起来真的又好吃。美丽讯饭店今年这两款肉粽，值得各位来期待。本节目由486团购提供，拥有最优质的节目以及最新款的家电，只在486团购。